啊！
你出去看，太高了，我们够不着的。有办法的，一定有办法的。对，有办法的。来，先把我推上去，然后我再把你们一个一个拉上去。 听见欢欢的声音，欢欢，在哪里？走！快点，快来不及了！快快快，走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如果刚出生的小蛇没有看见母体。 通常会把他所看到的第一个非食物的行动目标认作他的母亲。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 别怕，他是朋友。姐姐，他把我当成妈妈了。